那就是神奇呀、啊，它真有效啊！他做了三四个钟点呢，那个骨头真的，它就收进去了，自动就收进去了啊！然后这个土著的时候，把这个伤口的时候捏起来，用一种他们的土方法啊，树叶还有什么东西，搞成的像这个胶一样啊，好像很浓啊，就把它涂抹在这伤口，它也没有胶纱布，也没有这个缝针，也没有什么这个消毒药水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大家安慰他，到第二天呢完全好了，他就能走路了。这个医生在那里看呆了，他说简直是奇迹 啊问他说，每一个细胞骨头他在跌下去受伤震惊了，吓到了，现在这样子给他唱歌的时候安慰他啊，恢复他的平静，他就正常了。这简直不可思议 啊所以他很感慨啊，我们这个像西方这个医药的时候，与这种自然的疗法的时候完全相违背啊。这个土著用的是自然的方法啊，自然恢复啊，骨折那么严重第二天就恢复啊，说明整个宇宙是厚厚薄薄的，他这个说法的时候跟楞严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嘛。一切因果，世界未成，因心成体啊，心就是见闻觉知，所以每一个细胞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有觉，他有知啊，所以你好言去安慰他啊，欢欢喜喜去帮助他，他也跟你合作，自然就恢复啊。所以他那个语调如何啊，听起来很舒服啊，就像唱歌一样啊。这个讯息我们听到了，我们能相信，为什么呢？佛在经上常常讲嘛，我们读的很多啊，但是我们没见过，就是没做过试验啊。像这个澳洲土著里面说，他这个治疾病的治疗啊，那就试验了，真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。